Hello，我是江江。我今天来介绍这台，跳台魔宝，像三角锥一样的车子，来看一下。战争商店卖多少？我看看，240万，跟319万，OK，批发价240万。跟319万就是立即购买，我们来改一下车喽。我听说这台车还蛮好玩，就是你可以把任何车缠起来，可是唯一缺点是它的它可能你缠个几次之后就要爆掉了。诶，我有点忘记怎么走，还是看一下好了。哦，直接弹起来！我应该还没到那边就已经爆了吧？哦。哦，大卡车也可以直接喷手哦。哦，哇，修理载具要12000哎。刹车我全部改到满了。其他这台车我已经改好了，那就是我来改一下颜色喽。喷漆颜色，主色调，我来换一个别的。哦，法丝钢，颜色这样看起来真的很像钢的颜色，应该很耐撞哦。金色嘞，金色更耐撞，哈哈。哦，金色好了，纯金色。可是法式金看起来比较亮哎。啊，一个是有光泽，一个没有光泽。法式金好了。那副色调是哪个颜色呢？啊，边边的颜色。因为我用金色，那我搭配黑色的话，它的线框就跳出来了。那如果我用其他颜色呢，也是可行啊。金色配红色，比较突兀，比较不会形容它那个配色的感觉。我用红色好了，这样其实还蛮好看的。涡轮涡轮调节，如果没有它的话。5000块，加速就少了哎，如果有的话就是5格满的啊，如果没有它就可能快4个半吧。哎，这个人是华人哎，我第一次才注意到他。烧胎给它用红色好了，搭配这个副色调。应该就先这样，不然喇叭换一下好了。好啦，自由式。好，用汽车炸弹，这样下次有小偷来的话就嘿嘿。你确定要在这辆车上面配置炸药吗？这么做，这辆车就不能再改装喽。好，确定。那车子爆炸之后呢？用保险买回来，就跟新的一样了。
所以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它开回家。诶，看到你就是要给你铲一下，不要开走嘛，来嘛，硬碰硬，来吧！哈哈哈，惨叫了一声，哇！哦吼！加速冲啊！哦，